请，公子请。公子，公子一路劳顿，刚到新田，就去台代庙祭天，着实辛苦啊。啊，公子，想必公子是为赈灾之事忧心呐，要不下官为公子陈述一下我们新田官衙为赈灾平乱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请公子指点。哎呀，杜仲、方润，看你们俩的年纪，为官时间也不短了吧？哎，哎呀，是简陋之极。你就给我吃这些啊。公子，您知道我们新田现在的情况，就这点儿也是平日里我和杜大夫从粪里中省出来的。反正啊，本公子这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我这天也祭完了，事情也办完了，明天我就回都城，至于我在国君面前怎么禀报，那就靠我这张嘴。告辞。哎，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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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酒肉都有，还请公子坐下来，慢慢聊。酒肉都有，那就赶紧端上来，让大家品尝吧。喂。上的还挺快的呀。看来大人是早有所准备，早这样多好，干嘛端着呀？来来来，咱们痛饮几巡。臣等与公子初识，不知公子喜好，只能按常规招待，还请公子见谅啊。二位大人在新田这穷地方着实受苦啊，来，重耳敬二位一局。哎呦，啊，公子。子瑜啊，喝呀，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早点干活，早点完事。我说公子啊，兄弟，甭管他是公子还是什么官吏，咱要是不借着手中的权力，啊，趁机为自己捞一把，那不是缺心眼儿吗？再说了，你就是不捞，谁信呢？啊！哎，我就说，我天天喝青粥、吃菜叶，嘿，你都不信，对吧？是，公子，你要理解我等的难处。新田大灾，朝廷拨钱100,000捧，粮5,000担，可是这些钱粮却要经过层层过筛，到我们这里也只剩下一半了，可就这一半，就算是全部拿来赈济，也还是不够。况且我等还要补足往年的亏空，官衙的那些人还要讨生活，左右不够，不如先顾自己，你说是不是？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实话，是实话。那你就再多说几句实话。
公子啊，你可是醉了！我没醉，我清醒得很。说吧，你们探墓的钱粮到底藏哪儿了？小如实交代，一切还不算完。哎呀，这公子啊，这赈灾钱粮我们确实是按时赊粥不钱了呀，还敢狡辩？如果没贪，这桌上的鸡鸭鱼肉从哪儿来的？这，是家丁们从山上打来的。 吴与公子来到新田，看到郊外百姓流落荒野，无家可归，无粮可食，城内亦是如此。虽有舍粥，但是粥水清澈如净，每天城里都会死人。二位大人，居然能在这里的山间打到野味？不是这里的山，是远处的山。还不如实交代。哎呀！ 哎呀，公子啊，公子，下官所说的皆是实情啊。新田连年大旱，灾民众多，朝中派来的钱粮是杯水车薪，实在是不够啊。你说什么？朝廷派来的钱粮全都派发了？有账册为证，下官。 不敢说谎啊！公子，赈灾粮款都在这账册上写得清清楚楚，真的都分配完了。 这城中百姓施粥登记，为何都是一人自己？啊，乡野村民不识字，所以都是由派粮官代写的。这代写如何为凭啊？历来都是如此啊。按账册所记，官衙子开仓以来，每日在城中施粥，每日按10合公斤，共计3000人左右。可是如此？正是如此。 公子，请。你平日里煮粥就放这么多？啊，是。笨蛋，公子是在问你，在城中粥棚施的粥，可不是给咱们自己的小灶。你脑袋浆糊了？也不想一想，这么多的人，怎么就可以放这么一点米呢？啊？是。 公子，实在用不了这许多，公子放这些米，水都添不了，这粥是断豆无法煮的。哎，那这就奇怪了。那以你账册所记，每人10合，那么3000人换算下来，就应该是30担。那这口锅每日里要煮的粮食，至少得10担。可你们现在看一看，这只放了区区半担。 我是真不知道，这10担米的一锅粥是如何煮出来的。还请方县主你赐教赐教。这个。
公子此举着实漂亮，博得他们无言以对。公子，这杜仲和方润从白天到现在都不见其踪，分明是有意在回避我们吧？想躲，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替新田百姓做个说法。我是国君派来帮助大家的，咱不是说好给我三日时间吗？胡说，骗人的！杀了他，我们就有粮食了。杀了他！把他收起来，别伤了百姓。是粮食，快收起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那些饥民们一听说沙滩关有粮分，个个都拼了命的往里冲啊！等他们冲进去了，我命人点了一把火，嘿呦，烧的那个叫干净啊！好，死了好，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速速发往都城。喂。